体育锻炼对抗衰老和长寿是有好处的，二甲双胍啊，对这个长寿，它也有好处，也可以让人长寿。但是，体育锻炼和二甲双胍同时使用的话，这个好处就没有了，它们是有点相互矛盾的东西啊。我们这里就讲结论，你就是如果是使用二甲双胍的话，不要在你进行体育锻炼的这一天服用，而且一般是要在晚上服用啊，也就是说，服用体育锻炼的这一天就不要服用二甲双胍，而只在你休息的时候，休息天，在这一天你是休息的，不进行体育锻炼的，那么在这一天的晚上睡觉前，你可以去服用这个二甲双胍，那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样的话，你体育锻炼的时候的好处不会被这个二甲双胍可以抵消，然后二甲双胍的好处也不会被这个体育锻炼所抵消，所以啊，体育锻炼的时候，体育锻炼这一天啊，不要服用二甲双胍，而且如果是服用二甲双胍，在你休息天不进行体育锻炼的日子里，而且是在晚上才来服用，好。